在隧道内发生连环车祸，受伤人数及程度待确认。不要慌张，星星，你怎么样了？就你别怕，有我在。那个声音好好听啊，让人很安心，和梦想中男朋友一样，充满了安全感。干什么呢？电话之响，挺远呐。你好，请问一下这个盲盒的摊位在哪里啊？在前面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老板，这些不套了，你把那个限量版的给我就行。 我就是想要你手上的那个限量版盲盒。这个送给你。你以为你是霸道总裁啊？也不知道咱俩谁霸道。这世界很酷。